또 이제 폐지를 넣고 또 넣는 거래. 홍길 또 넣는 거래. 그 자만한 나한테 나도 싹 홍길 또 싸워서 넣어야 돼. 힘들지. 이는 여행기 되니 침대에 대해서 뇌기라 건설을 되니 깨지 않아요? 카로 폐지 잡고 해. 카로 폐지 잡고 생후 폐지. 생후 폐지 잡아. 카로 폐지 잡아. 생후 폐지 잡아. 这个人是说他在那个禅修的时候自然会大喝一声，他不是刻意要这样的做，可是会就是会这样做，也会吵到邻居那怎么办？我们就说这其实会这样子也是好的，因为当我们不管是念诵配或者是哄，就猛然的这样喝一声的时候，会让自己的妄念能够暂歇，所以对自己的心的清明是有帮助的。可是如果可以的话，就不要发出声音，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己要心里面要。 要这样念出配或者是哄的时候呢，就在心里念就好，不用，不是非得念出声音来。哄不要的，哄就开掉了，我们什么哄哄，就像是平常这个在心里面意念哄，就一念哄或者是配，就是这样轻轻的在心里面默念，或者是非常小声的念也就可以了，不一定说一定要发很大的声音。今天。 今天讲句准备东巴的呢，你们才会记得，人们就送把那些的，您称的呢，送的送的的呢，讲这功夫了，一定这当我做，共当就讲这是过的噻。我一人说七年做三周，三周最苦了，别人说说三周，刚就没得，没得钱呢，我今年才第三天才能记得。 아마이제이문제이삼제이유는그리고서다이주다지도두고서제사조선이주인때문에라마주인나사제주인나가리주인나사마사조선을남기차대요래주식과사조선은어디과래주식때보다사조선에서이삼십이문에기와대보다사조선도주식이 예외가 야도다서조편이 나도 사람은 那么平，那么切入空间的，做到上去，七八九万的，你就不去上这里，做到好困难的，上这困难处。嗯，你们去提到得到菩萨戒以后，白天三次，晚上三次去修慈悲心，那是具体的修持该怎么样进行？我们一说，主要是去意念它，比方说你可以想。 你对谁是比较关心的？你对谁的慈爱心比较强？去想着对其他众生也应该用这个态度来对他们发起慈爱，因为道理都是相同的。用这个方法去培养慈心跟悲心，这样子培养的话，会让自己的我执下降的。那么不管是意念佛陀、意念上师，或者是如此去意念慈悲，其实道理都是相同的。 最重要的就是要具足正念跟正知。如果具足正念正知的话，这个正知跟正念本身就是胜依菩提心，而我们平常培养的慈心跟悲心呢，是串习世俗菩提心的要点所在。所以，你可以透过前面的方式来培养慈悲心，也可以透过意念佛陀跟上师来达成这一点，让自己的妄念能够减少，并且呢，能够或者说还可以念诵像就是。 意念哄子这些都是可以有帮助的。那么，就像是你每念一次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就想。 这是一个观音，这一尊观音，一尊观音，这样的每次都意念观音的话，这个就是在培养慈悲心。你有菩提心，当你只要一想到菩提心的时候呢，就开始念诵六字大明咒，然后就开始意念慈心跟悲心，这也是实修的方法。然后，但人们却给那么的罗念能入了，对不对？人们却激荡的呢，嗔了的呢，辛苦的嘛，逆苦的嘛，苦苦的面都是给都。 今天人们见能心给的，你苦过，鬼把你嘛苦别，他能可能有嘞是？哎，你苦过，你咋不苦过嘞？你人家那点瓜家落过嘞，人家家苦有嘛嘞？你今年瓜家落过嘞，我他家里去，你苦过，你初中苦过嘞。
你从中国找的，你就听你过来，接着罗德萨巴那边罗说他别别浪费了，你苦不了的，你从中国苦不了啦。你从中国难过的要苦不了的，你要你结果很低的，你从中国苦不了的。那是，我他不是。那是，我说地大都江湖里边，江湖里边是。江湖里，西洋江湖里，你。就说做不了这样子，你讲你那没那么多，不是就七八九个月的，哎，你咋搞的？第二天我他那是你咋搞的？我们你一人你去过了吧？嗯，那个平流的，说过的，脚皮上不是过多，你的脚皮上过完了，你刚才的垃圾长不过，刚才的长不长？这个刚才垃圾长什么？里边的刚才的里，刚才空空的。真是我用嘛，找个房子那个，那吃不着么个嘞？那是，对，嗯，要跟你吃的药啊，你这身体个，那是，现在我就忘了我，那个，哎，你那，那个就叫，那是，那吃不着么个习惯嘞？刚把开心了这个嘛？那是，今天大众的呢，只要了的，提到不是，提到就江南的呢，如果了那个人买的外生个都，那。DWD 你过当 DW 江南的那共产党最近的那你全部苦个民族的那如果了对那个嘛对确定吗这么一个我好的这么一个这你苦个你苦个好苦个你苦个干了嘛了拿了嘛有的干了嘛了的哦他们你苦个你主动苦个都你怎么你做过苦呢哦，这当然你做苦工，上这都做好多个。嗯，是。你做这些没那么好过，做八家个。你这些人们，你说干的，现在我就这干的辛苦了，辛苦了，这都好苦过了啦。嗯。没那么好过呢，这个月的，这没那么热气。嗯。你没那么好过呢，你蛮好过了啦。嗯。这种大忙活的，哪有这种？这个是吧？没那么热热气。对，我如果是写送了，现在就马上开始很多东西。那个这边人问仁波切说，怎么样练那个不倒单呢、啊？然后会不会对身体有害？仁波切说他还是有睡觉，就是每天行程很多，所以他还是需要睡觉。只是说他这超过十年都是这样子，用他身上这条禅定带。来保持自己的睡觉的时候是挺直的，然后不需要往后倒。他说，因为这样子练习的话，他只会小睡片刻，就每天都只是小睡片刻，他不会躺下来就是呼呼大睡，不会这样子睡。那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练习，用这个禅定带来修持的话，对于认识睡梦本身是有帮助的。所以，仁波切他会这样子去睡觉。然后，如果有人要练的话，大家也是可以这样子练的。重点就是背脊要打直，我们禅修的时候背脊一定要直，不要让它弯弯的。人们就说他都从来不会这样弯弯的靠着，因为那样的心不会清明，所以就必须要让自己是在背脊打直的情况之下来修做修炼的，这个是对自己的修炼是很有帮助的。然后因为这是属于纳罗六法当中的这个睡梦跟幻身的修法，人们就说比方说有些人透过这个方法他可以很清楚的觉知我现在已经要进入梦境了，然后呢在进入梦境之前会经历这个白红黑三种相，他也会认识得出来，哦，现在已经进入到这样的情况了，现在我是进入浅层睡眠，他也会知道我现在即将要进入深层睡眠，也会晓得。然后呢这样有些人在深层睡眠的时候还能够保持心的明性，还能够保持光明，那这样这当然是见人就是有个别差异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最主要的说，这个这样子练习睡眠的方式，主要是有助于让行者能够对梦能够有所认知。它是属于纳罗六法当中从梦的余切去进入到对幻身的了悟。将来死亡的时候呢，虽然身体已经死亡了，可是心呢如幻的心，它能够有这个如幻的心的展现。所以对于修行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那谁要练的话，当然讲究方法也是可以练，重要的就是那个背脊一定要让它直。对，你看些喇叭的呢，得帮没做的做给，等你老苦了的苦苦透明多啊，其他工作漏给苦了的呢，做那的呢，这个里面是。也不要，这个难苦的了，
龙王医生给我查的，什么也不查，也是人家有我们，人家没有搞不了的呢。那给嘛逻辑嘛，反正什么啥话他的，再搞这个是龙王医生给我查的，什么也不得了我，什哎呦，什么情况？哎呦，哎，可是这个，可是这个不是我拉的，什么的呀？哎，什么也不多，我们家不拉好的，那是。前两年你工作老板底部没觉得那种肉给扩肉的呢我肉的这个就是还有那平庸肉的但是平庸肉的给老外国的平庸肉的老外国的全部平庸肉的那是就是说有些人他们可能肢体不方便如果用电动转经轮会不会 不如法而不就是说电动转经轮当然也是有功德利益的只是它不像自己手去转那个利益是身口意三门都在行善手摇转经轮的好处就是在于它同时可以做到身口意三门都在行善而且让心不涣散尤其是像有些老年人他们年纪大了不需要做特别的多的事情如果手上能够有个转经轮的话随时都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三门都在行善法这是非常有益的事情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最重要是不要分心你分心的话你虽然在转可是可能就转成斜的就倒下去了因为根本就没有在管自己的心你就让自己的心涣散掉这样的话转的功德力就没那么大那至于那些肢体不方便的人还是可以使用电动转经轮只是它的利益没有像刚刚所说的这么大지당가시에게이르네진된자친구들저기뺀다군자잡이지당되네진랍기제잡이담제잡이마주기주보님데오라데네야나초사말해되네귀샤메바기준전제제이나양어서따빠라되면서이단하이마자땡고그러이단하이마자땡서지라되니주보김되네뺀다깜바라되네하야공초그러이마귀바지강요말에상기도아대지는진된요라진된당된담제요라담제돼서어차피나깜발라이샤샤야요말에되네수복이오라되네매사라이샤쇼마라이나이담이하이담하기나자라떼내되네시라치밤이도상기도네마저지밤에가고차요말에되네如果用作，如果用作的，你往那个拆过来，这啥的，刚讲那个呢？如果了，拆了讲了八米吧，也比较我差着的。从今这话就我的搞不着嘛的，怎么搞我这边怎么的？那个甚至重新结果的，恐怕就不低的，恐怕晓得嘛就是吧，八米吧，八米七的，可多七八百了，搞不进了，可多百了嘛的。就有人认为就是听说这个法宝加持物等等不可以放在低处嘛那可是如果是观本尊自观本尊的时候有没有这种限制呢而仁波切的回答就是说这样子的要求就是不要把这些殊胜的东西圣物放在低处主要是让你不要放逸对佛他们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就是你放哪里对他来讲是没差主要是你自己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变成心态上会轻慢心态上会不恭敬会变成流于放逸不然的话照理说五大种都是本尊自信都是本尊本来就没有差异没有说高跟低的差别然后也不是说因为你的脚比较低下比较低贱所以不应该放在那个位置不是这个道理主要是说你这样你这么做你容易流于放逸你容易变得不恭敬跟轻贱所以叫你不要这样子做你都往那个下来下来了就赶快做出门了也是我的别人说出什么话就是那是啥叫没人完全是哪里就是说真正说起来的话五大种都是本尊啊那你说如果真的要讲起来的话地大种也是本尊你脚不能踩在上面嘛倒也不是嘛所以重点是你的心到底有没有那个恭敬心如果有恭敬心的话对五大种都应该恭敬恭敬吗